以黄色原色全部褪光。2021年4月16号放进去的，现在已经有18个月在云南安宁，已经老化掉了。撕开的时候已经没有拉力了，已经取样。黑色遮阳网没有加任何 UV 的高科种遮阳网，也已经老化掉了，和那个米黄色一样。我们来试一下。这是遮阳的横向，我们来纵向看一下。这是没有加 UV 的。这遮阳网添加了3%的 UT-00701S 抗老化牡蛎的遮阳网，在云南23号，刚好18个月。完好。这里用缺口撕。